可能台湾民众都在想，最近台湾怎么搞的？我们的食品安全的事件呢，一个接着一个，还有哪些东西是吃下去绝对没有问题、绝对安全的？谁敢跟我们保证呢？今天这起新的呢，可以说是之前毒淀粉事件的延续。传出彰化有中盘商呢，贩卖这个独家配方的酥炸粉。我们知道很多人喜欢吃炸的，这个酥炸粉里面呢，就是把毒淀粉混在里面，然后转卖给下游油炸小吃业者。卫生局目前封存了中盘商订购，总共有850包，但彰化县卫生局认为，整个混制的毒的这个炸粉呢，已经流向了像彰化还有云林嘉义。贴上封条，仓库内850包淀粉全数封存。检察官会同彰化县卫生局人员抢先扣住了这一批食品原料，止住中台湾的毒淀粉风暴。这全省伊拢出货，拢全省。我嘛知影，这都拢吼，阮安尼无动差，安尼。仓库里的淀粉都是彰化中盘商叫货囤积的，这下原料出了问题，业者喊冤又撇清，因为淀粉从高雄协奇食品公司进货，原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中盘商声称自己也不知情，但彰化县卫生局追查，这名中盘商订购了850包，总重量17.5公吨的毒淀粉，其中使用了59包混制出配方炸粉，内含玉米粉、酥炸粉、太白粉以及素薯粉，10种配方中就有5种产品成分含有毒淀粉。混制而成的炸粉流向南彰化、云林、嘉义等下游油炸小吃业者，目前还要进一步追查其他流向。我做31年多啊，吼、哦，拢用干薯呢，拢无咧用一撮化片，拢纯正。坊间油炸小吃业者听闻毒淀粉混制成炸粉，摊摊自危，也坚持用料合法。不过，这含有顺丁烯二酸的淀粉，一旦吃下肚，恐怕会造成不孕或肾脏疾病，严重的还会诱发癌症。它会破坏我们的神经，破坏我们的这个肝脏，甚至会造成所谓的代谢症候群。淀粉原料和混制过的炸粉配方，卫生局全数封存扣留，不让毒淀粉风暴扩大，出手拦截这些危害人体的食品，避免流入市面。中天新闻陈孟辉彰化采访报道。